你怎么啦？我没怎么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今天好奇怪哦，唱歌的时候没有唱得很大声，而且跳舞的时候还一直用手遮住嘴巴。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。焦大臣神神秘秘的，一定有事情。对啊，我有办法。小小病，我们一起大声的说：焦大臣，焦大臣。哟，这个不是我最想要吃的西瓜夹心饼吗？你竟然吃光了！不好意思啦，我肚子很饿嘛。哦，我那边还有香蕉夹心饼给你吃。可是我比较想要吃西瓜口味的啊。嘿呦嘿呦，哇！一只小蚂蚁发现一颗洞，哇！这个洞一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要把食物统统搬回家。嘿呦嘿呦嘿呦！哈哈，亮亮姨啊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先别搬啦。哦，你困在陷阱里面，想搬也搬不出去啊。困，我被困住了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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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叫蚂蚁雄兵，蚂蚁雄兵，这边有好多好吃的食物，赶快来救我，好吃的食物啊。亮亮已经被困在陷阱里了，还在状况外。我看啊，我们还是先来玩猜谜好了，救他出来比较快啊。国王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国王。第一个提示是摇来摇去，今天要猜的他会摇来摇去耶。啊，这个是要猜好玩的。一定是。哇，摇来摇去，听起来就很有趣耶。对啊，小小病，有想要哪些跟摇来摇去有关的答案呢？摇摇娃娃，还有什么？布丁，还有什么？小 baby， 小 baby 也会摇来摇去。你们有玩过海盗船，也会摇来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小小兵，你们刚刚说的海盗船，我也很喜欢玩哦。瓜大臣，不对不对，哈哈，国王的意思是说啊，今天要猜的不是玩的，不能玩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一点都不好玩。快想想答案到底是。吃虾米，家家有不少大大气，有信心保证没问题。滴滴滴滴，真的真的，这种摇晃很可怕，每次摇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屁屁喘，站不稳。我看这种摇晃啊，还是不要发生的好哦。没错没错，赶快请国王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国王。哦，房子，意思是说，这种摇晃如果摇得很厉害的话，地面就会裂开。如果再摇得更大力一点的话，房子还会动。哎呀，我被压倒了，救命啊！太危险了，小小兵有答案了吗？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快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。小小兵，答案是什么？地震！我们的答案是地震，注意安全。答案是地震吗？请咪国王公布正确解答。
生地面跟房子摇来摇去的现象，就叫做地震。恭喜你们答对了！迷迷之钥匙，阿卡。你们想吃吗？想，我们也要。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。耶！出发！嘿哟，嗨 ，hello， 热闹！一起 happy，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，秘密岛上充满回忆。胜利胜利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。地震了，左右晃呀左右晃，向左摇晃呀左右晃，上下摇啊上下摇，向下摇啊向下摇，好可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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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秘密国王欢迎你，变成小蚂蚁搬家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什么名字呢？ Great! Everybody, it's English time! R? R is for red. Y? Y is for yellow. G? G is for green. 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我走在路上好像常常看到这三种颜色哎。没错， red 红色， yellow 黄色， green 绿色，这三种颜色就是红绿灯的颜色啊。对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要注意。R R red R E D red红色 ，Y Y yellow Y E L L O W yellow 黄色 ，G G green G R E E N green 绿色。全部都答对了，帮你拍拍手。小朋友也都答对了吗？我们再复习一次哦。Red， 红色 ；Yellow， 黄色 ；Green， 绿色。Great， 大家都学会了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
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慢吞吞的小乌龟。下下就好了，完成了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太美了。这样真的好看吗？ Beautiful, beautiful, it's so beautiful 的。真的哈、哦，痛痛痛痛痛！你的牙齿还很痛吗？医生说啊，因为我不喜欢刷牙，所以里面都是蛀牙。好痛啊！博士也是会蛀牙的哦。博士也是人，博士也是要呼吸，也是要吃饭的。博士来了。Hello， 我是佩恒。Thank you， 博士，为什么我的门牙会不见？请你帮我看啊。Q， 门牙真的不见了呢。那让博士来告诉你，他跑去哪里了。Q， 痛痛痛。前面前面，后面后面，刷刷刷。唱歌是我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了。没错，我们乳牙不只要陪小主人长大，还要负责把它吃进去的东西磨碎，帮助消化哦。哈哈，而且我们还是小主人说话的好帮手哦。有了我们乳牙，小主人才可以发出车车头发这种用牙齿发音的字哦，讲话才不会透铃铛。月亮牙牙 ，QV 牙牙，你们看我。哎呦，番茄牙牙，这时候不要这样子玩，摇摇晃晃的很危险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。好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很可怕的换牙吗？没错，番茄牙牙要换牙了。小朋友出生从6个月到2岁半之间长出来的牙齿就叫做乳牙，但是乳牙不够坚硬，不够耐磨，为了让小主人可以适应更多的食物，所以在6岁之后就会开始掉落，长出新的牙齿。这个过程就叫做换牙。不，番茄牙牙，不要离开我们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先不要哭啦。刚刚像 Q 博士不是有说吗？我们换牙之后就会长出新的牙齿啦。所以番茄牙牙应该会再长回来吧 ？Q， 没错，换牙之后就会长出更坚硬、更耐磨的牙齿，我们就叫它恒齿。通常小朋友在12岁之后，所有的乳牙会被恒齿所取代哦，所以乳牙也决定了恒齿生长的位置。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口腔卫生。你们看吧，我就说不用担心啦，番茄牙牙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对呀，那我现在可以放心的离开了。各位乳牙姐妹们，拜拜咯。拜拜，希望番茄恒齿可以赶快健康的长出来。一定会很快回来的。我回来咯。茄红曲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很强壮啊？哇，真的哎，番茄恒齿看起来超强壮、超厉害的耶！啊，姐妹们，小主人要吃东西了，赶快集合！
备起。摸啊摸，摸啊摸，你吃饭饭我摸摸，你吃面面我摸摸，你吃菜菜我摸摸，你吃肉肉我摸摸。Beautiful， 牙齿看起来好健康啊！还是会痛。Q， 你以为你这样子画就可以不用去看牙医了吗？我已经帮你挂号好了，待会就应该快要轮到你了，所以你可以准备出门了啊！啊，还是要看牙医啊 ，Q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搭过热气球吗？热气球会飞得高高的，往下看，房子、车子还有人都会变得好小好小哦。现在赶快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去搭热气球吧！party 要开始喽！那大家东西和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别担心，早就准备好啦。希望我们准备的礼物，彩虹姐姐你会喜欢。谢谢你们，不管你们准备什么，我通通都会喜欢。那我们赶快分头进行，就可以来办 party 了。走啦！同一天生日啊，没关系，我也赶快去准备礼物。走了吗？好像走了，那可以出来了吗？哦，躲得好累，大家快出来！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开始准备了。
番茄姐姐的惊喜派对，一起做蛋糕。耶！现在我去找番茄姐姐来喽。好，那我们也赶快躲起来吧。好，躲起来。这边，那边，那边。来了，来了，这里，这里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啊？你先把眼睛闭起来，数到三，你就会知道喽。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可以吃蛋糕了吗？我的肚子好饿哦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来吃蛋糕吧！耶！礼物送你，谢谢。耶！谢谢优美今天陪我们一起唱歌跳舞，抱一下，嘿嘿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常常给爸爸妈妈抱抱，给好朋友抱抱呢？别忘了，看完幼儿点点名之后，要记得给爸爸妈妈一个大的爱的抱抱哦。幼儿点点名要跟小朋友说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再抱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竺鼠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。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看这里。